熄灯后的女生寝室，突然好想做个奶茶喝喝呀。你会吗？看不起谁了，今天就做几个奶茶让你开开眼。先来做一个奈雪的霸气蜜桃吧。蜜桃切成块，放入雪克杯中，手动捣碎，加入糖浆和茶汤。这个茶汤可是用奈雪自己的茶叶泡的哟，这个就是完美复刻吧。好了，倒入杯子里就可以享受啦。再来一个不出省就可以喝到的茶颜幽兰拿铁，一包西兰红茶配200毫升水。好了，倒出来冷藏备用。雪克杯里加入一盒茶颜的纯牛奶、糖液，加入刚刚的红茶和冰块，盖上盖子，用专业的手法去摇晃它。好了好了，倒出来，挤上奶油，加上碧根果碎， nice， 幽兰拿铁完成。我还做了喜茶的芋泥波波牛乳茶，一次性喝3种不同品牌的茶，简直不要太幸福。嘿嘿，你哪儿来那么多材料啊？淘宝搜索复刻奶茶，就可以领取双11惊喜福利，买同款啦。不能说差不多，只能说这就是一模一样的感觉，我爱了。